混血星二代，刘烨儿女可爱，钟丽缇女儿妩媚，却不及她五国混血。在娱乐圈中，有很多明星颜值非常高，有住这么好的基因，基本上儿女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现在就有很多萌娃成为有名的星二代，但是不得不说的是，有些萌娃真的颜值特别高，尤其是混血的星二代，一个比一个美。看过《爸爸去哪儿》的都知道，刘烨有一对非常可爱的儿女，他的妻子是法籍犹太人安娜，结合了两人不同国家的优良基因，生下的孩子颜值也是非常高的。两位萌娃有着外国人似的卷发、精致的五官和大眼睛，非常的可爱。而钟丽缇的女儿也是不折不扣的混血，大女儿严淑琴是钟丽缇与闪婚的比利时男子生下的，两国混血的基因也很不错，身材高挑很像爸爸，但是容貌却更像妈妈，尤其是眼睛妩媚多情，但是身材是真的很好。但是却不如利威廉的女儿，真真正正的混血女孩，祖爷爷是英国人，祖奶奶是日的混血，奶奶是新加坡华人，爸爸是各种混血，自己也是五国混血下的基因，才三岁就已经有了漂亮的大眼睛，以后长大这个颜值是不用担心了。